不是刚一个呢，当你嘛看到哦，咱有重新提起关岛，叫什么名？哦，关岛嘛就是哦，即美国过来看，我们检查为何要检查？为何海关过来来行呢？因为这四字啦 ，USMG 啦，这条新闻的重点在后边哦，啊，记在一条了，就头前这两名，一号三号这两名 TW， 我拄才讲的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的时代人，啊，那爸爸妈妈还阁毋是七十一岁吼，如就搁往上追一层呢，阿公阿嬷。啊，妈妈这边就比较外公外妈。那如果拢有日本时代，互日本强伊，就是 TW。啊 ，TW 呢，好处足多吼。后摆台湾嘛足多绿卡的，干 TW 才是正本土台湾人啦吼。即、這个大老仔吼，前偌久吼，应该差不多三礼拜吧。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叫做徐玉莲的款吼。伊去瑞士联合国去参观，伊就是摕中华民国的护照，甲中华民国的身份。各有党在内底，党也袂当入去。伊讲啊，除非你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啊，我才让你进去。伊讲哦，不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。结果咧，联合国甲讲，那也欢迎你拿台湾的驾照，台湾政府所核发的驾照或是身份证，伊也可以进去。所以这条修正是驾照嘛是电报卡三合一的吼，后壁有正面的，来怪扫描就知影，来这个 USMG 美国政府政府的记号吼。来，若是摕到 TW 嘞，就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若如果若一方面过去有人去娶外国某，娶回变成越南的啦，啊，有台湾查某囝嫁外国人吼，外省的也有啦，嫁中国人啊，嫁外省人拢有，哦，就是无共款的，一方面外国的，即个咱台湾的绿卡咯。啊，若是伫台湾即个流亡难民的，他们如果要住下来，当然也可以，所以叫人权吼，因住进去是。阿强人要过来，西恩、越南的威恩、泰国、印尼、埃及、美国，哦，即个统称台湾的绿卡。但是拿到台湾的绿卡没关系，必须要满六年，但近两年来哦，要正常的缴税金哦，啊，不能有犯罪记录哦。两年后，得当来台湾就就抓，啊，考一下试，后摆办一个会考一下国语的，哦，国语就是像我即摆咧讲，即个考语，考语。你到台湾来也讲台湾的话啊，吼、哦。那这两年的福利遮多。有够侪侪，吼、哦！这里我拄只讲个，即阵是三合一嘛，是健保卡吼，所以全民健保不用缴，看病免钱 ，TW 才有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有超过八十万个囡仔，应该超过八十万啦，还要几百万，有助学贷款的免还，即、这个政府退还。过来的明年咱即条了，对幼稚园读到大学拢免钱，其实毋是大学尔，会读个尽量读啊。读到硕士、博士，拢即个政府栽培。那十八岁以上，只要有 TW 的吼，台湾的吼，人人有一间厝好住，二十平左右，申请就有啊。所以各位，你有注意看哦，最近的厝价开始八有块无？大家拢知民政府要起。以后若大家拢有厝住，有啥物人会去买厝？有啥物人去租厝？啥物人买厝？对无？啥物建厝？二十平好大，无大间，二十平有够无？有哦，哎，安心肝足肥。因为讲哈，二十平安尼吼，至少保障大家有穿挂。啊，若住袂落去，哪来享受这景面哦？较过来嘞，趁钱，不要大间的嘛，吼、哦。过来嘞，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年金，即摆即个政府一个月才发3500块了，敢若连汤都无够啦，吼、哦。食面阁毋敢加卤汤啊！咱后摆要发800块美金，800块美金，那是30倍，就是20000以上啦。每个月啊吼，迄、那个慢慢按来一个月2-3万，啊恁头年金有够用无？伊在你讲价嘞，吼，咱只分到台湾，故意轻俭骨力拼，但是操袂死吼。台湾下下面就生活，咱就是安尼吼。所以每个月800块美金。但是咧，你只要要解释一下吼，800块美金不是人人拢有哦，是伫咱的执政进程，
有申请身份证，有上家的准证啊吼。所以爱赶紧好解，甲其他朋友执政之前有送件的拿身份证的，就拿已经买过的800。啊，但是爱开1000块吼，会公本费吼，1000块公本费，因为咱家己的资料寄去美国，来回爱超2个月才提到吼，所以只有咧公本费，但是无要紧。伫咱执行了会限500的消费券，哦，会限500啦吼，500，哇哇，即卖是花1000块的台币，啊，即卖咱大家用台币嘛，所以花1000块的台币，啊，那执行了会限500，哦，500消费券吼，啊，但是啊。那种下面讲啊，你搁开钱，我买证无要紧啊，无你执证了再证，嘛无要紧，伊无要紧吼。那执证了再证，甚至搁免钱啊，你都免开1000块啊。哦，安尼执证再证，啊，无执证再证的时阵哦，福利减正多，绝对有差。6年金的，有可能减200，有可能减400，啊，如果来减400，来减一半嘛。所以咱来甲亲戚朋友讲，做阵都有足侪福利哦，我是举例而已哦吼，有真侪福利有差，百分之百有差。咱来讲，我之前做，就是讲你执证了，再来证免钱，啊，即卖开1000块，后摆是500消费券。如果你若要哦，6年金要哦，政府一个月给你800块美金，就是即卖进来证。哦，啊，若要政府给你400块美金，你若讲我啊，100块就到了，你就执证叫证嘛，无紧。我看大家话要执证来证啦，吼，大家话要两个多月。啊，这个方面遮多，在座一定做着人来怀疑的对无？靠腰，这政府就要倒啊！你我命咧，关政府钱就发袂出来，哪来那么多钱对无？你都怀疑啊！你甲别人讲，绝对歹信。钱足多，你惊钱拢是只看好，有做无？钱足多啊！哟，啊，这国民党乌了了，但是无要紧，咱还去足着钱，而且有看好。咱每年拿税金，国民党这种用咱的税金去。用3-7%，贵个上底6%，去咧做国防外交，这条钱后摆台拢免开，拢交美国去开。美国爱伫咧咧桥边，伊咧家炸武器入来。你看美国外头，你看内湖金华路迄间做咧做政府咧，做99年加99年咧，后壁佫加一条可以无限期续约咧，上好继续大，咱做欢迎，因为咱台湾无咧建做兵，咱嘛无美国人去做。哦，国防外交这条。来去差了差真多啊！过来战斗重建基金，美国爱挂这条啦，真大条吼。过来，你根本做什么时候有动性？动性到即摆根本二十年啊，逐年开两亿。咱是开两亿台湾省政府呢，佫有一个福建省政府呢设立新店呢，一年开1亿。咱台湾做钱啦，钱真多啊，拢去互开了了怎样？公务人员后摆咱来冻掉一半，贪官污吏一大堆。哦，即摆连干省一大堆啊。无咧做工过个，啊，上班领遐钱就真侪啊，退休了变做是滚领比上班领还佫多，哦，足袂少咧。啊，后摆台湾无感觉，啊，无选举，富人真侪。拄只有看吼，选举逐年遐开真侪钱咧，啊，遐拢咧歪里面的钱咧，啊，一寡钱省来是毋是足有钱咧？过来感觉，感觉是毋对，咱后摆面少出钱了，会甲感觉一斤一斤甲敲掉，后摆台湾有感觉，无需要感觉啦，因为后壁。后摆无歹啦，为啥无歹啦？因为社会福利遐尼好，啥物人会做歹呢？你即个囡仔拢政府甲你饲嘛，饲到18岁，啊，饲大人嘛政府甲你饲啊，一个月2万块应该有够食一个月吧，对无？啊，中年人嘞，看病免钱，住厝嘛免钱嘞，敢若趁钱饲家己，社会福利遐好，啥物人会做歹？所以感觉是毋对的。咱若税金请警察去掠贼仔，啊，贼仔关半年后吼，3个月、5个月出来。变大到火变作业内底有功夫嘞，啊！若搞伊呾冤家相拍，定哩关3年5年出来，大家嘛吃起吃吼，变乌道嘞。所以感觉是犯罪的温床，是咧混入歹个所在。起码你敢知影？我听讲，感觉下边个迄个营养午餐哦，一顿讲20块啦。啊，咱个囡仔变偌济，你知无？9块多。所以感觉起码28年前一个判死刑，起码还变乖。伊食个鸡腿比咱个囡仔食个大鸡。啊，咱继续搁纳税金，是歹人吼，我这种唔对吼，甲足侪钱省下，足侪钱啦，哎，过来吼，你看无，钱有多无？
曾经中国这可能有去无倒来，哦，足多这种新闻过吼，有无？福建省政府呾一一边一个，过去说是新疆，但即摆所当金门啊，伊知伊要倒去啊嘛。其实有很多迹象证明，他们即将要回去吼、哦，你看，哦，这诶，你免看会去未？一人民三百块尔，强制。头在这，啊，徐旭东、袁东欠我一块，没事，因为伊拢家己人，卖叫知影伊要走啊，所以家这好康的等落因，避免中国人，去领去一年收，袁东哦一年收过足多，一年收不到三十亿呢，钱也无遐足多啊，要翕片吼，好，其实免啥翕啊吼，等下吼。我再有一本册册吼，即参这篇一模一样，拢共款哦。等下哦，我会后壁再找我吼。过来，即七年来，卖酒去编戏啊，去搞迄两个卖啥货？植物。过去出无啊嘞，撤退啊，即摆又去对吧？即个是拢开价吼。过来，国民党个东山搞成几亿个？迄是贪污呢。足多啊，过着听个啊，迄种款个钱，日本人个钱，日本人离开台湾有无？翻身嘞，过来，卖酒逐年开千外亿，四十几个美金嘞，去照顾迄款老农嘞，老农民迄款老外出无几个，逐年开遐多，卖无钱，对无？逐年咧买歹铁啊，一万块买啊。国民党立委、民进党立委十四个，拢咧支持这款。寺庙会当占国有地，五年以后照地合法。立委领咱个薪水，还补咱来个土地吼，嘛无。这全新中国啦，986亿照中国人，没有当保平。去年八月份照伊，九月份倒，连一箍个利息拢无留着。这表面上讲照钱予中国人，啊，其实吼，这就是乌钱啦。伊即目前中华民国最大的债权国就是中国。表面上讲，甲咱借钱，迄钱去无倒来啊！迄乌钱，你知影要走啊？哦，过来，我拄来讲，讲另外足多哦，96岁，一个月要13万，万年回猫，足多吼，足多。即个因一家11个拢做老师，啊，退休了吼，佫领足多，十年拄拄好领11亿，另外领1亿啊。伊讲伊嘛想要改革，但是马英九选择靠财团外改吼，退休金。18%加加来比咧上班较侪，迄、那个李德威有台北市议会副长，你知无？伊做副局长，啊，伊某伫内湖消防组咧上班，两个阿某上班一个月薪水加来21万，哦，算真悬咯吼。一边去柯文哲干嘛有无？柯文哲讲，你若去海防，你讲讲拍哦，我来换掉。啊，所以伊就起码是管理，也毋是当财务参事，我卖做。退休了，两个阿母退休了，游山玩水一个月去领19500块，这个是制度不合理，拢要照顾中国人吼，懂吗？这咱们政府开后门啦，违法开后门哦，63000人个中国人咧食咱个健保，啊大陆咧拿健保，啊伊免拿，因个台省来遮一个月报到3万块，看健保免钱，因个互咧研究生一个月领6万，啊咱个囡仔大家爱注册贷款，奈无钱。足多吼，行政院发言人变类啊，夸张无，年薪6000万，恁知影台湾怎样个啊？一箍五在过万元，伊讲我是高级外省人，我虽然喝台湾水，我吃台湾米，但是我住在你们这个鬼岛很委屈，超不高兴，所以被停权。停权当伊要退休的前一个月，国民党高层甲安排台湾省政府去做礼堂，做一个月真爽对。你也是死人，一个月领8万，免住宿。你真正个真强嘞，你也是死人。所以中华民国如果能够继续伫咧台湾嘞，台湾人民永远永远不能招生，愈来愈艰苦，是啊，地界啦，我无来提啦，政治建议。啊，我讲吼，安尼啦，你听我甲亲戚朋友讲啦，台湾400年来过去，无一个政权，无一个政党会到台湾人民。人人有爽大，人人看面面钱，老人年纪每个月800块美金，都是政府做得到，无可能嘛？只有台湾政府
哦，台湾人啊，这《天下杂志》这里调查台湾人3,480,000人穷忙族，月薪不到3万块呢，其实无够，22K 是多，朴素，对不？两万块呢，大家先管你两万块，啊，来开龙先看手。你看哦，逐天有过了百间的企业收起呢，啊，中国人吃香喝辣，台湾人生活伫咧地下干无，真正有嘛？对不？所以哦，台湾人爱较巧的。嘛，阁继续阁互中国人骗。台湾民政府是台湾人唯一的出路。咱依法依律，我们叫做快乐革命，我们通通叫做革命先行者，绝对不是像过去哦，革命先烈的。各位，你们做革命先烈啊，革命先行者，这分有无？先烈就是两败啦，先行先死这种的。来，快乐革命哦。快乐华丽革命，咱只要依法依律，法律徛会知，全世界拢惊。即摆包括中国人嘛开始咧研究这条法了哦。听讲有上一分车哦，必须住。坦白讲，拢一模一样，但是独独缺台湾这一块。所以外头中国人知嘛，知讲啊，台湾就是伊中国人国民党哦，甲共产党其实足好嘛。共产党其实嘛真厉害嘛咧。伊那共产党下迄个地方政府嘛拢无钱，我真水咧。他名字同款嘞，但是伊要家己人借钱，其他歪借嘞，歪借政府嘞，伊嘛知影差不多啊。真歪个，歪个事多真多吼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过来看这吼，真简单。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啊，是代理占领的呢，暂时呢，暂时七十年收复啊，伊准备要走啊。伊的战斗就是今仔日美国再来社会拢在管中华民国。所以这七十年来，台湾本来就是拢美国人在管的。所以 AIT 的长官就是美国国务院，啊，管政就是美国总统。哦，这是奥巴马后面在想，我唔知哦。所以咱这边有个 TCC 台湾人民政府，长官就是 USMG 国土政府，管政国防部，同款奥巴马哦。起码这个政府准备要接政权啦，随时会当接。啊，这个政府大家拢有看过吼，大方传遍遍啊，随时会当走啦。哦，好啊，今仔日哦，甲大家分享到这吼，多谢各位的收听吼。那尽量吼，愈了解愈多愈好。啊，紧甲家己的亲戚朋友讲，机会你要无啊？哦，其实随时会当接政权，当时唔知，凡是明仔载，凡是我哩伊啊，当地我做者，凡是后个月，最近中国人100%会走，大家要较有信心的哦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